朋友们好啊，我姐和我弟弟他们回来了啊，大晚上完了之后做一只鸭子一个墨鱼啊，有没有气管啊，气管好像是，哎，气管抽出去了，挺好，气管拿出去了，看鸭头。这鸭子肯定是有啃头型的，这家伙算两三年的鸭子没错啊，一剁着肉我就知道它老鸭子。咱们给它焯一下水，倒点料酒。我干什么？上次一顿买俩啊。我干啥？那啥呀，那啥，你别给我整水啥的就行了。嗯，对哈，嗯，这骨头怪，不是咱给整的，不是，我还看到你切呢。皮还挺好扒的，皮真好扒。嗯，天天好扒的。而且这皮还真厚实。这个肉真好，真白。嗯。也是红耳。好嘞，焯完水啊。好，弄个辣椒了啊，啥玩意儿吃不了辣椒。喝点油，这鸭瘦。对，保护这个腥味儿，把腥味儿给它炒掉。放点白糖啊，这些白糖就行，不用放太多啊。带着炒啊，放酱油，放这些酱油啊，继续炒，放料酒，好，那个料酒，水，这鸭子长炖的，多加点水啊。真光溜啊哈！这几个鸭子，这周翔家的啊，挺好。这还有个小河，被给小河给它圈上了啊。里面能过那东西吗？嗯，有鱼啊，有的是。你看那小网里上那些鱼。那你妈呀，真好！这两天就喂这个鱼呢。呀呀呀呀呀呀！呀呀呀呀，还挺会呢。搁河，搁河往回撵鸭子，你忘了我得找叫。黑鹰了啊！这两天长几，过来三四天，搬家才搬三四天啊！搁那边，搁那边那啥，挺好啊。嗯。兔子要不要啊？兔子不行，养不活呀。哥，整一下不行吗？啊？整一下不行吗？养不活，不行，它老定死。是。干啥？那块儿果树咋没结果？累着。哎，加水了吗？加了。啊。还没加，没加。啥呀？咋的呀？那墨鱼。墨鱼长墨鱼里边有个壳。刚起的小鱼儿，点的钩子，放点辣椒，就搁这做了啊。哦。嗯，老弟下厨啊，老弟切墨鱼呢，直接给我炒了得了。哎呀。哇，漂亮不的？漂亮，漂亮，不浇汁了。我就要吃那干豆腐。就吃那干豆腐了，没别能吃的了，一直是吧？我得，我看那太肥，不过一干豆腐保证得有菇味儿。没这样吧？我是不吃肥肉。快好了啊！不是装的，就你那扣。那碗也行啊。这碗就用碗就行。用碗最好了，小鸭子一碗就装下了这。好吃吗，大果？好吃，入味吗？嗯。啊，我只敢吃干豆腐了。为啥呀？反正也不肥，那肉。不行，我肥呀。我操！没事，开了就没事。
来一大口，这表情不刺激我呀。嗯，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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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浮夸了浮夸了啊，要发自内心的那种的好吃。好吃啊，真好吃哈，真好吃。老爷这么教的，喂，你老爷这么教的啊，老爷的吃西瓜吃很好，我不想，我给我炒完这个呢，炒完这个再吃，你们就开始吃就行了。我这锅等锅热了，锅热把这个墨鱼一炒妥了。美美还要没有这样，要拍一下你那啥，哎呦，鲜味一下就出来了，兄弟。好多炒啊，多炒。哎呦我天，鲜不鲜？真多呀，感觉没吃过这么多呀，过瘾。花生米，别要了，你还没意思。人家做那些好菜不吃，吃花生米，你这吃西瓜得了呗。嗯，考不考虑我的好不好的心理阴影面去了。好好好吃。哎呀，能咬动。哇，你加辣的，挺好动啊。咸，味儿挺好。嗯，可以，这话说的。照片儿，哇！你现在就像你大舅那时候似的，是不？对。你大舅以前就你这脸。嗯。那还吃饭呢？我不吃饭呢，这就是差距。太硬。哎呀，太硬。你俩人很重。太咸了。给你喝个饮料去啊！那饮料，饮料放哪儿去？你俩饮料没有吗？不够吗？有，我们开了。好吃啊！不吃。你啃一块儿，给点面子呀。吃了一块了。你呢？再给个面子。我这儿呢。你那个肉你也吃一块行。吃个脖子。吃两块。你那个体型你吃块肉行，尝尝就是那肥肉，它就做的非常有滋味。肉吃啊，肥的瘦都吃，吃两块这个。真的啊？啊，吃两块啊。我怎么那还行呢？那今天挺给力呀、啊。所以我说这玩意儿咸呢、这个。那肥肉要不咸，那你就要吃不动。你吃两块，你那吃一块肥行，你捂着没事儿。你缺少那啥，你肚里缺少油水，是吧？大舅不缺，大舅要整出来靠一盆呢。嗯，那天买块那个猪的水油，猪的水油才一个猪才七斤呢。我寻思我这玩意儿整出来不得十五斤呢。哎呀，太有滋了吗？你靠去，没看我肿呢，真的要肉一起买。他要我拿回靠，冬是啥时候呗？应该是我家那个杀那猪的。嗯。没要，我想啥？做完了没地儿整。那你家是没地儿整，你整也白扯。你没工夫吃都。但是你不想吃这肥油。给我姑娘几锅啊，这头型把那个刘海撂下来，大家伙看不看着变换头型了。怎么了？你这我干啥拍的吗？哎呀，你大姑老有才了，给我玻璃棒子拍的。玻璃棒子你找着刀哈。咋拍的？其实正常的话应该搁塑料袋里，搁玻璃棒拍完了，搁点盐，搁点啥还能过过也逛那活活把自己饿死了。嗯，有滋味有啃头，这老鸭子就好处就是你可以把滋味炖进肉里头去，要是那种小的嫩鸭子，对，你没等炖里头就是熟了。那你说老几年的算老鸭子呀？老鸭子是不是油少啊？没电了。二年没电了。嗯，鸭子它就是没有熟。空了，不要。哎，拜拜朋友们啊，手机没电了，我们就继续开吃，拜拜。